哇，你们每个人都有荧光棒吗？让我看一下你们的荧光棒。哇，好多人呐、啊！欢迎所有二幺三家人们回家，一起奔向直播间啦！直播间的朋友们，我说可以点赞的时候我们疯狂点赞好不好，现在我们等人多一点来直播间一起分享走一波人气，系数上了十万人。哇，我好像是第一次这么多人吧，现场太多人了。五一快乐！哇！一起嗨起来啦！哇！你要给我整一个 DJ 台，我在这里打碟，好不好？来个电音节，好不好？来，跟直播间的朋友们说一声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我们江苏省新沂市马陵山的风景区。来，人气一起往十万人冲一冲！进来吧，宝宝们，每一个小时可以点赞3000个赞，我们一起完成一下任务，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疯狂点赞啦！3000人到10万人，来，一起10万了，来，冲一冲20万人！哎，哈哈 ，spin back， 哇，嗨，第一首歌想听什么歌？本来我想。天气啊，太阳还没下山的时候，我想着跟你们唱首日不落，感觉现在唱不了日不落了，因为太阳已经下山了。来，我们一起这样子，非常开心，我们今天来到江苏啊，江苏这边新沂这边在做户外，然后现场来这么多人，让我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好不好？等一下我说一二三，可不可以把你们的尖叫声让我听到最大声的尖叫声，可不可以啊？准备好，来，3、2、1，呜，来，现场有没有没关注我的，有没有？咱们抖音搜索唐一点点我的关注啊，谢谢大家。来，马陵山风景区是不是在榜上？我看不清呢。来，我们现在所在的很多人在问我们现在在哪里啊？我们现在在江苏。江苏的朋友们举个手。哇，这么多全是江苏的。来，不是江苏本地的举个手。就这一撮啊？那边呢？啊？来自哪里哈、啊？来，欢迎大家啊！欢迎大家，我们直播间20万人没有，直播间18万人了，马上20万人来分享直播间，手机屏幕点点赞，看看前面10分钟我们能把赞点到1亿吗？呜！啊，好黑呀、啊！我的天哪，幸好有你们陪着我，来，马上20万人。感谢薇安，哇，给力给力给力！好，我们赞赞再继续往上冲，赞赞继续往上冲来！直播间所有家人们，双击屏幕点点赞！哇，完了，今天我这个屏幕看不太清楚啊。来，我们先这样子吧，上到20万人，我们来唱第一首歌，好不好？现在直播间。马上18万人，
直播间500万赞，咱们往1000万冲一冲，赞赞马上700万了，赞赞，来，我们1个小时3000个赞赞，迅速把它点到来，呜，直播间19万，让我们再一起往20万冲一冲，来，马上20万人，来第一首歌。第一首歌秒针好不好？第一首歌秒针好不好？秒针要不要？要的可我要来，要不要秒针？唱了2年了，你秒针呢还要听吗？好，来第一首歌，继续来一首秒针来送给大家，马上20万人，19.7万人，最后的3000人了。哎呦我天！要啊要，来，那就唱这首歌。19.7万人，这上人速度有点慢，大家可能都出去玩去了啊，都出去玩了，还没时间看我，还在吃饭呢，是不是啊？来，快点分享直播间，让大家来看唐艺的20万人了，唐艺的马铃山花厅音乐节的现场啊，来一首秒针送给大家。重来，没听到，重来，来。雨一夜深深，沉默的秒针，冥冥中给我轻轻加添只共振。雨一夜深深，甜蜜的秒针。一切都不发生，无趣冷雨风，透梦藏身入本中，我两手空空，双手牵给我，直播间21万人，再继续往20万人冲一冲了，嗨 ，Let's go， 看，雨一夜深深，沉默的秒针。冥冥中给我轻轻加添只共振，雨一夜深深，甜蜜的秒针，一切乱都发生，无处冷如风，透梦心碎如粪土，我两手空空，杀气四中惊醒雨轮波，感叹时刻不过是做梦，身消声顶相跟他抱拥，身尽受伤惊雨狂怒，23万人。浪烟匆匆漂泊满丛路，心恋爱地他已不可爱慕，北风吹散我的拥堵，事态错怪为谁能轻易躲，家人们，这个时候咱们一起双击屏幕点点赞，把我们的赞赞冲向2000万，一首秒针送给大家，来点尖叫声，尖叫声不够大声，3、2、1，哇哦，这个声音才对哈，我感觉大家好像不是很喜欢听这首歌，是不是？再来一首更嗨的好不好？来一首你们熟一点的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赞赞直播间家人们赞赞，我快速半个来一首还是大家熟悉的老歌，你的样子听不听？来一首老歌，来，准备好啊，直播间家人们，当我唱你的样子的时候，我希望我们的赞赞能到2000万好不好？应该2000万应该是小 kiss 对不对啊？来，准备好你的样子送给大家，非常感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人们送的人气票，家人们，这个时候咱们一起把所有的人气票往出走一走，拿7点到8点的人气票，谢谢。来，荧光棒挥动起来了！哇！直播间马上25万人了 ，Come on！ 走些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，一起来。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提着希
2400万了，你的样子来送给大家。哎呦我天哪，你们下面能听到我的声音吗？我总感觉我的声音不够大，我觉得总要大声的喊啊，能听到吗？我唱的好听吗？好听了，怎么没有掌声呢？每次唱完能不能都有掌声，能不能？谢谢大家，还有谢谢我直播间一直在给我点赞的宝宝们啊，咱们彩虹糖的颜值实力派，谁？三三继续往上冲，站在2500万了，三千万冲一冲。哎呀，不行啊，这个赞赞点的太慢了，家人们。说开播10分钟是1亿的，有点难呐。1亿要多长时间，家人们？赞赞往上冲一冲来。接下来时间有请，有请位帅哥，好不好？好。好啥呀，不是请你啊，我请王导。有请巴图一首最美的双口来送给大家。哈喽，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大家晚上好，马连川的朋友挥挥手好吗？哎呀，呜呼，感谢好听姐姐，谢谢。来，我们俩来一首经典曲目，最美的双口送给你们。感觉这个舞台太大了，非常好，得要100个人撑得住啊。Come on! 1、2、3! 你要走的时候，我明明想挽留，却想的太心无傲，怎么说不出口。等到我转过头，发现你已远走，眼泪终于忍不住滴落是一袖。Let's go!我曾经牵着你的手走到世界尽头，就像在那童话世界遨游，不能牵着你的手走到世界尽头，是我一生最美的伤口。但在马上3000万，一个人在游走午夜的街头，我就像是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。那时候若挽留，你会不会回头？若时光能倒流，你是否愿意跟我走？曾经牵着你的手走到世界尽头，就像在那童话世界遨游。直播间马上26万人。牵着你的手走到世界尽头，是我一生最美的伤口。曾经牵着你的手走到世界尽头，就像在那童话世界遨游。能牵着你的手走到世界尽头，是我一生最美的伤口。感谢小八，哇！是啊，我就想八筒比我帅吗？手炸的好不好？慢慢来，我们很多的歌哈，慢慢唱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想要上台、想要上我们舞台的观众朋友们，等一下最好往前站一点啊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就要下去选人了，你们要准备好啊，好吧？有没有啊？因为这次他们在这里有点限流了，可能好多人没进来，没有门票进不来了哈。来，这样子，感谢秀智文化的嘉年华，谢谢谢谢。然后咱们再次把我们这个马林山风景区点点关注好不好，榜上
点点关注，一起来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小八八筒，我们一起来一首，来一首。这个呢是一首，这个不是中文歌曲啊，但是这首歌呢，我觉得非常的嗨，特别适合今天晚上这个舞台。这首歌名字叫做《火花》，好不好？来，把这首韩语歌曲《火花》送给大家，有请两位八八二八组合。呜呼！现场的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！把你们的荧光棒准备好来，一二三。我现在在直播间看，感觉我们在开演唱会一样的感觉，有没有？特别的嗨，爽不爽？爽！在这么大的舞台上，就是跟我们平常是不一样的哈，不一样的感觉啊。因为这个是一个马林山的一个音乐节的现场啊，真的是音乐节的这种舞台呀、啊，这种配置，还有台下的观众朋友这么多，特别爽，真的。来，我们这样子，先给八筒还有小八一起点点关注来。哎呦我天哪！榜十三的小八，榜十四的八筒。大家好，我叫小八，我在榜十三。